黄金色。咱来看一下哈，像这个粗的呢，在个30公分，干直哈，非常的漂亮。像这高度呢，在个1.7米左右，整体骨架是非常漂亮，苍老适合。来看一下这个过渡肢哈，都是自然弯曲哈，满是个流光，特别的漂亮。像这个过渡肢的粗度呢，在个15公分，像这个主干以上的树干哈，都是自然扭曲哈，非常漂亮。看一下骨架哈，非常的优美。全部哈都是已经起了龙骨哈，来看一下这个主干上的龙骨哈，特别实用哈，非常漂亮。像这个整体冠幅在个7米，高度也是在个7米。像这么大的黄金哈，还是非常难得和少见。像这个黄金，山东哈最大的一棵黄金树，来看一下哈，都是非常漂亮的。每一个枝条哈都是自然弯曲哈，特别苍老十足。来看一下，咱现在已经是开花了哈，就是开的这种紫色的小花，也是非常清香哈。满树的小蜜蜂引来了不少，还是非常不错。就是花谢了以后啊，它那个种子呢，就是可以用来作为镇土，具有安神的作用哈，还是非常不错。黄金啊，全身都是宝啊，非常独特的一棵老庄。像这么大的黄金哈，它是非常少见的。像这棵黄金哈，现在已经全部已经爆皮哈，而且那个骨架哈，一层一层的非常漂亮，全部都是起了龙骨，枝条呢全部是自然扭曲，超大冠幅哈。像这么大的黄金哈，还是非常难得和少见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非常的不错。像这一颗黄金呢，360度都是可以观赏。看一下，超大冠幅，自然扭曲，非常漂亮，是难得哈。不愧是山东最大的一棵黄金树。有喜欢这棵老庄黄金的朋友啊，可以三楼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视频哈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